天生命抢时间，治病救命分秒必争。那病人在恢复是15分钟，血压掉到60%，万一我推进去开，不是肚子的问题，对，我可能开没两下，他就再见了，撑不住了。我说等一下，再做电脑断层。果然他肺部好大的肺动脉的栓塞，他忽然没有呼吸心跳。最感动的时刻，当我们进入那个开刀的时候，一打开的时候，我看到非常多有活着到交病房，一个团队努力在抢救一个生命。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俗女家务事。